快速射击，提高攻速，蓄力射击可以击退敌人。哎，附魔吧，这个。Hello， 大家好啊，我是三爷，今天我们来玩《我的世界地下城》。首先，我们创立一个角色，我们就选最经典的角色吧，也就是史蒂夫。对，创立了这个角色之后呢，我们就开始这个游戏吧。这游戏可以用手柄玩，那么就用手柄玩吧。它这游戏还有动画，单机的话就是玩故事模式啊。这就是我史蒂夫挥剑啊，感觉这游戏还可以啊，跟我长得一模一样。诶，这僵尸也太弱了吧，就一刀。这僵尸只要一刀，是我这武器太厉害了吗？好了，现在要去村庄。我现在没有剑士。哎呦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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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呦，有剑了，捡起来。哎，刚刚那是骷髅吧？啊，那小白呀。这村落都没人的吗？啊，我的攻击还是蛮多的，36。你们都太弱了。哎，有个补给品，弓箭，面包，有没有人呢？村民的雕像。哎，这是谁？撑过伏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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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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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射，我射，我射。哎，他贴那么近，我感觉用弓箭就是浪费。附魔点数，每次升级给予附魔点数，可以用其升级物品进行附魔。选择魔咒的种类，按 Y 回击，有几率攻击时连续攻击一次，抢夺，增加怪物消耗品的掉落几率，增加对亡灵生物的伤害。我选第一个吧，可以多打一下。哦，我还可以再附魔多两个。哦，回击，我刚才触发了回击。烟火之剑，按 A 可以装备。啊，试一下按 X 的吧，按 RT。可以啊，挺好的。不过他这个冷却时间有点差。哦，我可以过来。暗影药水，隐身，头上发炸弹。看一下地图啊，我怎么现在还没到新手村啊？营地。这就结束了。But don't fret, they're still out there somewhere waiting for a hero to find them. 这个地方应该是可以买东西才对的。什么道具啊？钓鱼竿，选择任务。哦，我一开始的出生点是这个鱿鱼海岸，苦力怕的森林。你看其他地方是被锁定的。即将到来岛屿地狱啊，这个可能是还没有开放的区域，也就是说我只能从这边，然后慢慢的往这边靠啊，不能一开始选择这些被锁定的。先去苦力霸的这个森林吧。推荐战力等级是一啊，我现在战力等级是二，就去这个森林吧。苦力霸的森林，这个森林它应该会很简单才对的，单机游戏嘛，怎么也不会很难吧。哪里有苦力怕？不是全都是僵尸吗？苦力怕一个都没看到。哎，这就是我了。来来来，出发出发，寻找村民。呀呀呀，那这对我来说简直是小意思了。寻找村民的吧，来来来来来。哎，这穿铠甲稍微还硬一点，是个硬汉。啊，我这个升级有点久，估计很难升级啊。我看一下这个经验。哎，可以啊，这个经验算可以啊。哎，一对。哇，他们都碰不到我，太弱了吧。哎，我一开始也没有去选难度。哎呀，我救了一个村民啦，村民跟我走吧。啊，这是弓啊，一大堆重复的东西，等一下我就卖给商人。我要去找他们的老大。哎，我现在任务是拯救村民哦。哎，村民在哪里啊？我为什么头上一定要顶一个炸弹呢？有加攻击力吗？啊，我快升级了啊。哎，我看到了苦力怕。哎，会爆炸吧。哎，怎么不爆炸呢？哦，我不打他，让他过来，他应该会爆炸，爆炸，爆炸，爆炸！哎！哦，我被蜘蛛丝缠绕了，哎呦！哇！炸一下半管血，这么多，还好我恢复。你射啊！刚刚那个蜘蛛在哪里？哪里？那个蜘蛛把我的脚给缠住，哎，最烦这个。
不要靠近我了，嘿，哎呀，你炸你自己人行不行？哦，这什么？我捡到了蓝甲，哈哈，我有装备了，加了22点的生命值，加20%的武器伤害提升。哎呀，又是半管血，来走，让你走吧。在后面阴我，穿铠甲的小白，哎，也是三下，我站得远远的射他们就好了。蜘蛛僵尸。你下水游泳吗你？哎，宝箱。哎，我有了，找到他们的大 boss。我现在只救了一个村民啊。啊，这可以附魔，胆怯增加近远程的伤害，生命协同恢复少量生命值，回收射出去的弓箭有几率回收。屁，还不升级这个弓箭？弓箭不一样，升级的也不一样，很明显。我试一下这把啊，快速射击。提高攻速，蓄力射击可以击退敌人。哎，附魔吧，这个可以分解掉的。这个分解之后可以获得宝石，我应该是把武器分解之后，他这个附魔点应该会回收才对。大 boss， I am coming。 哎，还是可以蓄力的。哦，变得好大。哎呦，你也敢靠近？别吃剑，小牛牛。不要怪我、啊、怎么就没有肉？你们怎么没见到人呢？怎么我就救了一个村民吗？耶、yeah, 宝箱。还有其他东西吗？把里面家的东西全部搜刮了。哎，就这么点东西、啊、哎，有头猪啊。别跑啊，又是防御装备。哎呦，看一下，哎，都是比较垃圾的，比较垃圾的把它分解了吧。宝箱，宝箱，宝箱，有什么？全是宝石，记得把这些箱子全打烂哦。怎么还没看到 boss 呢？我试一下把这个分解会怎样。我把它分解了嘛，然后看到没有，我的附魔点还是可以重新用的。刚刚是这个变大嘛，穿透、可以穿透敌人，射到后面的敌人。哦，村民啊，我终于看到了、我的任务是要救多少个村民才行啊。哎，有僵尸，这村民也太过分了，我救了你连一声谢谢都不说吗？哈哈哈，这里就是他们大本营了。对，就这里，就这里了。没错没错没错，我这不是可以穿透吗？试一下试一下。哎，不行耶，把这个分解了没什么用。看到没有，地图上有个黄点。你怎么还不走啊？你在那里干嘛？哈哈，那贴得很近，他不会穿透吗？寻找出口。哦哦哦哦，走啊。哎，就站在这里啊，给我穿透。哎，有个屁用啊。啊，不对哦，我这技能是有 CD 的。啊，我都忘了，他穿透应该也是有 CD 的，每两次射击会有穿透啊。啊，这个会穿透，然后这个应该不会穿透，不会穿透啊。那这一下应该会穿透了。 Yes，我的剑会穿透，他不站在后面也刺不到他。韩司令，韩司令，韩司令，我换一把刀，试一下他的其他附魔。这里没东西，输着我了，往这边走才对了。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那些村民在等着我。离开苦力怕森林啊，前面应该就出口了。哎，这里还有个宝箱，先把宝箱给拿。没用的，阻止不了我离开的。咦，我的弓箭很多，先把这个拿了。哎，我升级了。OK。哎，我可以升级一下这个防御装哦。就这个吧，伤害增加，伤害增加。嘿嘿，刚刚那个人应该打三下的，现在变成打两下了。OK。溜溜溜溜溜溜溜。These villages are class of the. 啊，这个区域我算是解锁了吗？我看一下啊。打开了67%的宝箱啊，怪物击杀了84%。啊，打开看一下，独孤帽。哎，有三人了，你看看看看。哎，这个什么？50个绿宝石。随机的商品购买都要需要80个绿宝石。镰刀。一种来自沙漠祭祀用的武器。哎，我有新装备了。哦，镰刀，这是什么？可以让我们进入狂暴状态啊。可以。这是一把镰刀，攻击速度快，但是它的力量不咋地。哎，这个我看一下能不能附魔。
增加伤害，吸血啊，吸血没必要，我都没扣血，几乎都不扣血。我们来看一下地图啊，啊，刚刚的话是这里完成哦，啊，我现在直接打开了这一区域，哎，看到没有？现在也是等级一啊，但是我可以增加难度，很明显，等级一已经不是我应该去的等级了，可以增加到等级三啊，因为我现在也是等级三了。我看一下其他区域这叫，也是可以哦，啊，这片区域没有。一等级最低是默认二，啊，其他区域也是一样，啊，这边区域还有一啊，哎，那没必要，我觉得如果再进去的话，肯定是选择高等级啊，因为高等级获得的道具肯定会比低等级要好的，好吧，那么我们今天的这个我的世界地下城啊，就先玩到这里啊，那么下一期的话，我们继续通关其他地图吧，喜欢这个视频的小伙伴们记得多多赞啊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See you.